像我们女生家里一定要背上个这样的小垫子，以前生理期总害怕弄到床单上、被子上，现在完全不用担心了。它上面是纯棉的，透气亲肤，下面是带有防滑颗粒，来回翻动也不会乱跑，铺到婴儿床、沙发上也可以，多种颜色花型哦。